8月8号，备受期待的大型古装电视剧《四美人》曝光了一组大小屈原的端午节特别海报。在剧中饰演成年屈原的马可，白色衣衫，仙气凛然，飞舞的发丝仿若昭示着屈原颠沛的命运。而他提笔写下的上下求索也是分外刚劲有力。此外，身着清新蓝色长袍的他，目光坚定，温文尔雅，似有为天下请命的大无畏感。而在剧中扮演小邻居的我谦，则一袭蓝草服加身，身形心长，俊美无双，提笔挥毫间都显示了少年屈原的隐忍坚强，一句独立不谦也是自有美人风骨，一世独立感悄然而出。之后的蓝白色小公子照也是剑眉星目，君子如玉，所以果真是泱泱楚国，翩翩屈原啊。目前已经全面杀青的四美人，在拍摄期间纯手工制作了1600套服装，道具共计18000件，再加上各位主创人员的努力付出，迷妹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贡献收视率了。黄狗捞新闻，前路纵险组人肆无止境，期待小邻居和成年屈原早日上线呢。报道。